有九零一谢逸涛、九零三何心如、范思玲、李宇智、九零四黄慧珍、陈碧蕾、陈武、黄雅玲、黄玉涵、张艺兴、李梦许、九零八徐晨如、九零七陈国梅。好，在这奖项颁发之前，我们欢迎那个台北市的聘都，然后也是以前在龙山国中服务已久的，然后在龙山国中校退休的陈彩希陈校长陈聘都，请大家掌声。另外还有龙山国中的何威德副会长，谢谢。这奖项是请聘都陈校长来帮我们颁发。好，谢谢。